各位乡亲啊，蔡正祥本人向大家请安，拜托拜托。唯一支持咱市场大汉的囡仔上届正派的蔡正祥，蔡正祥只有一句话：正祥的精神，勇敢打拼。正祥的精神，勇敢打拼。那个拄到恁啊！哎呦，蔡正祥啊！啊，你拄只吼看到别人这样热情强，啊，即摆看到有态度啥差侪，啊，你安尼哦，是啥物叫哦，甲票转互你啊？我态度的好歹哦，是照选民素质关格来决定的。若是拄到是非不分的人，我就无需要睬伊嘛。哎、欸，无你即摆是咧讲阮素质歹哦？严格来讲哦，是素质歹，阁无水准。哇，蔡正祥啊！我生嘛就发白白吼，唔捌看过你遐尼嚣摆候选人啦！你若好大吼，我甲拄仔迄句话，搁讲一届啊！无需要，我拄只已经讲了真清楚啊。蔡正祥啊，你若无稀罕阮的选票吼，阮市场嘛无欢迎你来接旧票啦。对，今嘛哦，请你马上离开。这位先生啊，你真笑死人呢！这是公共场所，唔是恁家哦。阿伯啊，你想什么权利管阮走啊？去找一下我党处。哎，你们后面来啊！这个录音存证，伊若是敢动手，我绝对告伊。你听主公哦，我今日甲我告哦。哎，快快快！你甲放落来啊！像这款人哦，唔要甲伊动手，咱到老李家替伊做算，我着看伊要安怎丢票。真相，卖菜，咱继续。各位乡亲啊！蔡正祥本人向大家请安，拜托拜托！蔡正祥伫遮骗选票来啊！哦，正祥吼是正港市场大汉的囡仔，对对对，伊就是正港市场大汉的八股囡仔。无唔对，伊阁辜负政府的查囝，阁糟蹋家己的妈妈，实在真夭寿哦！正祥，蔡正祥，伊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渣男，而且阁是贪图荣华富贵。不好听啊！正祥的精神，袂见笑。正祥的精神，袂见笑。好啊，你是讲啥话啊？也袂咧。若要讲着你蔡正祥吼，甲这海城建设的代志哦，会讲三暝三日讲袂完咧。你莫有白讲哦，海城建设是一间真好的公司，我是唔敢看咱社区哦老化阁真严重，再协调海城建设来改造环境，而且我无提任何的好处哦。我听你咧唱歌咧，你讲的话，鬼才要相信啊！各位乡亲啊，我是伫市场大汉的。我永远拢是市场的义工，恁误会我不要紧，不过时间已经证明一切。颠倒是迄郑春梅郑里长，伊讲洛阳建设勾结，拢有新闻，拢有证据，敢讲恁阁要相信？是啊，恁大家千万吼，都唔通去郑春梅骗去啦。虽然讲洛阳建设的吼改建方案袂歹，也不过到时阵伊若摕到建案，绝对会变更工程啦。人讲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罗彦斌摕偌济钱哦，郑春梅，到时阵吼一定一点啊一点啊为恁的仙姑吼收回来。你，蔡正祥，我是唔知你用啥无做一切，也不过有用当我认过，向大家保证，我嘛绝对无摕罗阳建设的钱。哎，大家拢是相信证据的啊，无你哪有法度证明讲迄截图是假的？无唔对，各位乡亲啊。恁会当去查新闻，罗彦斌做的工程哦，每一项拢有争议，连小妹罗新阳拢走去抗议啊。所以罗彦斌就是一个六亲不认的奸商，啥物卑鄙的代志拢做会出来。你讲的根本都唔是事实，阮哥唔是你讲的迄种人。倒一句唔是事实啦？敢无走去抗议恁阿兄的工程？敢无？遐个新闻网络拢查会到，你讲唔是人心？我大概抗议，拢是用上高的标准去要求阮哥，那是我对社会进步的期待。事实上，阮哥根本都无做任何违法代志啊！那安尼，你所抗议的工程拢是合法的？那安尼，你进前抗议，唔都拢自导自演啊？啊，什么公平正义的形象，唔都拢是靠作秀骗来的？你跟恁哥哥拢同款，是骗子。
恁这是骗子，恁有摕海神建设的事，你咪阁想拢唔知啊？陈一白，你讲话要有证据，若无我会告你哦。我嘛有海神建设，请去林家边一工，伊就听着恁讲条件。我嘛就是真正。冤枉哦！恁妈妈已经摕到罗彦斌的钱啊，伊要报复我，我嘛无意外啦。是不是我？你想嘛真清楚。陈一凡，有偌济证据，就讲偌济话。今日就一定有证据讲是你妈妈吼收洛阳建设的钱啊，所以跟奸商合作的人就是你妈妈郑春梅，不是蔡振祥。我讲不是奸商。罗新阳，我知影你兄妹啊，自细汉就无爸无母啊，可能是因为无人教，路仔行偏去。啊，不过这不是借口。因为最后做决定的人是恁家己，两位家己的行为负责任，卖阁继续危害社会啊！虽然我嫌我遐早都无爸母，也毋过我从来拢毋捌做过对不起社会的代志。你卖阁辩解啊，好不？大家即摆知影家庭教育的重要吼，无爸母教囡仔还是有差啦。啊，唔对呢。应该是恁爸母当初就安尼教你的，家在哦，家在因死了早，那么恁即马已经伫咧台南放火啊！还不准你安尼侮辱我的爸母！你给我收回去！你给我收回去！收回去！是吗？好好好，你先别走。进来哦，进来来看暴力候选人罗新阳哦，这根本就是黑道。蔡振祥，你太超过了啦！人爸妈已经无在的，真艰苦啊！你搁讲这款话，你到底是有同理心啊无啊？就是讲的，你嘛是无爸爸的啦。我吼看你做安尼侪歹代志，到牵拖讲哦，你就是无爸爸噶。哎，我跟伊无同款哦，我搁有妈妈哩。你搁知影你有妈妈哦？你妈妈自细汉来甲你教的，你即摆哪会变作安尼啊？你妈无你的法无要紧啦，我替你妈妈教死你啦！你莫叫是讲你是查某人，我就唔敢动手啊！你创啥你？你若是敢对我妈无礼貌，莫怪对伊无客气。警察，警察破案，警察来看！你是要袂讲啥？你有要紧无？我无代志啦。哦。因即马靠势人济哦，去欺负咱。我相信大家拢看在眼内，用予选票替咱主持公道。行，咱来走。紧走，紧走，后界莫阁来啊啦，这么欢迎你啦。好啦，爸，莫参与啦。一凡哥，你继续咱的行程。不行啦，无爽快，腿无爽快啊。我知影啦，一定是蔡振祥哦，讲话收超过哦，伊毋知气到吼，话拢讲袂出来。喂，新阳面色你遐歹看，咱先找一个所在好坐落来啦。阿伯先去恁兜遐困啦，啊，好，来来来，阿伯需要，咱继续排名，继续。新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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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新阳。